可魔搞嘞 ，Plus 第二代，游戏开始，要玩那个魔兽对战古惑，选择当主桌的宝可梦吧，辛苦了，古惑时间。Yeah.
生的。好厉害，两只都抓到了。不必，用摇摆螺旋好棒。传送完毕，不必立即可以把另一只也上，请投币。交换机会。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Oh!
刚刚那个东西，对，
好奇怪啊。